下面我们做一条练声，我们做两个，一个一，一个啊，但是我们用八柱来做。一啊，你可以想象是哆哆哆哆哆哆，但是一遍是一，一遍是啊。好，大家做好准备，跟我一起来哈，一二。让你声音的感觉是一直往前滚动，而且是连贯在一起的。咱们再来一遍哈，同样的，还往下走哈，还是一和啊，一二，微笑起来，我在唱这时候呢，我做了很多上滑音和下滑音，低音到上面的高音的时候呢，有无数的小 notes。当然我手弹不了那么快，我们唱可以唱得很快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说往上走的我们叫 scooping， 往下走我们叫 sliding。 scooping 就是往上顶一点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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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下来我们就给它滑下来，哎，就像从山坡上滑雪滑下来一样。大家一起来哈，一二，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我跟学生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说做这些连音的时候呢，你要想到就是好像你坐了一个慢车，到每站的时候呢稍微慢一下它不停。这个口型呢随着音高的变化，我们原来从一个长圆形的鸡蛋慢慢变成了一个新的形状，笑肌的地方要抬起来两边，下面还是尖尖的下来，最后一个